好，加加一点关键加。准备一下，待会。好，我是只能，哦对吧？而且这个只能私传，因为只有男生可以学这本书。OK， 好好，这边刚好他不在，赶快学。私藏已久，失传已久的东西，很适合你。真的、哦？对啊，认真学哦。好，番茄酱的瓶子，螺丝帽，红线，剪一个大概跟番茄酱瓶差不多长，这边穿过去打一个结。OK， 这就是螺丝帽，我们要把它固定上去。有没有看起来？计划就是，对，现在刚好在。好、啊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就给他答案吧，然后你就说你要帮他领，就准备、okay. 准备答案吧。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先点，先亮起来，然后等他。好，他来了。哎、欸，先生，你们在干嘛？要吃大餐吗？我刚买，我刚还没吃饭。好，加一点快点加。好。这是怎样？怎么回事、啊？我知道，这是你刚才练习的那一罐啊。这是一个魔术，然后它会有一个假的线这样出来，然后我傻眼哎。但是它不会有番茄酱出来，我不知道怎么有番茄酱。你就做了番茄酱，还在那边解释什么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大全 Z。这个马擦因为有番茄酱，好。等下这毛巾怪怪的。那罐是哦，那罐是为什么会突然有番茄酱？是这样吗？刚买，我们要还没吃饭。好，加一点番茄酱。我想说这是这东西教大家有没有？就是也是要让大家可以预防一下，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就是不要有魔术师朋友嘛，一天到晚。先收好，不然他真的要爆了。一个永远都终身难忘的下午，对，好吧。喜欢他们的，记得要订阅一下他们的频道。秀玉，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准备了三个，这可能一般超商可以常看到的，叫做薄荷店的糖果，吃看看。你吃下去，告诉大家什么感觉？因为这是三年前我在一个啊，我。这里是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对，所以待会两位要猜一下现在薄荷锭在哪里，就是有糖果的在哪里，我会先这样。好，你们觉得哪边有薄荷锭，你们用纸的指出来。对啊，哦，这么快啊？对啊，想说想也知道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你忘记了我是谁，我是 Zack， 所以薄荷锭跑到，哎，哇。魔术叫做强壮的手臂，你一定要有一只强壮的手臂。好。
其实这个魔术呢，我们平常是穿长袖，那这样子会绑在这里，会更近，会更近，那感觉就会更不一样。那我换个长袖，就可能放在这边，然后，好，我先穿一半，很像哦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不要去，哎哎，走走。